沙库兰这段表演太炸了，疯掉了，而且所有的东西彻彻底底、干干净净，没有任何失误。大家一会儿看这两位的节目，希望能静静的看他们的表演，谢谢大家。马小龙那一组，我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展现他们的作品。 能真正用肢体去打动人心的一个作品，因为我们是只有八个人，如果说我们四四开，不管跳什么，在气势上、人数上是不占优势的。与其这样，我们不如走险招。我用了一些现代舞的理念和 urban 的编排方式去传达我想传达的东西。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我没想到这两天跳这么好，这舞蹈不错。现在请两组队员面向即将为你们投票的大众评审，请有投票包间的101位观众，如果支持罗志祥战队的话，请选择你们手中的紫色毛巾；如果支持韩庚战队的话，请选择你们手中的黄色毛巾。
三二一，请投票。Thank you。工作人员上台计票。好，我们两队队长可以先点评一下自己战队的表现以及对方的作品。罗志祥队长，刚刚态度大师这边这个作品真的是两只雀非常走心，然后很近的去看你们的表演，真的有打到我的心里面。尤其是在音乐结束之后，金小根还在继续进入到那个角色里面去演，那个感觉是真的很难的。我觉得这是一般舞者做不到的，你们非常高级，真的。韩哥，其实舞蹈呢，一是技巧，二就是情感。这一轮两组的对战，我觉得都能看得到，说对面的技术真的很棒，把整个的一个现场气氛带到一个最开心、很欢快的一个感觉，编排得很棒。但小龙他们两个应该是在所有的队里边人数最少的，因为上一期我们一下淘汰四个人，所以每次我看到他们去跳的时候，我心里都会有一些酸酸的。对，但淘汰的四个人几乎跟他们没有去分开，也一起去编排，一起跟他们去熬夜去练舞。我觉得 FKM 的团队精神应该就是这样，互相去扶持，互相去帮助。我是一个urban舞者，我不管，我要去开拓一下街舞更多的可能性。所以这次我选了跟金小根二哥一起去合作这个作品。大家也都看到了两只很普通的小鸟的故事，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会遇到生活中那种坎坷和困难都扑面而来，大家也会问为什么这些问题要来，但是咱们就不要问，静静的安静的且坚强的陪伴伙伴一起度过去就好。我觉得韩队这支舞真的，我在看的时候其实有点想哭，就是我完全可以感受到你们想要表达的那个东西。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们是同盟，避不了一战，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打败对方，而是为了保护我们想要保护的人。所以我们最想要做的就是带给大家快乐，带给我们快乐，也带给你们快乐。所以我很想要问大家，你们今天快乐吗？其实为什么我们能这么快乐开心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么好的队长。是他先把他的快乐带给我们，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快乐带给大家。我想说的就差不多这些，然后我们修楼梯是开心的，我们不管谁走，我们敢不敢这次都别哭，好不好？别哭行不行？别哭唧的，一个个的搁这儿，哎呦我的天哪，磨叽磨叽磨叽的，走都走的。仙人在哭，仙人，能不能不哭？妥不妥？能不能不哭？能不能不哭一次？好，我们定了啊，不哭，谢谢。三儿的东北话杠杠的，杠杠，东北人。好。真的是非常棒的两支作品，所以千玺啊，千玺啊，哎，你更喜欢哪个作品呢？其实两边都能有给到特别炸的点，但我反正会更喜欢这边，对，就只是风格而言。谢谢千玺。好，两队的票数已经来到了我的手中，所以这一轮的票数是72-28。获得更高票数的是，不知道观众的想法是什么？因为这两个很极端的，一个是很极度的欢快，一个是很极度的走心，就看观众喜欢哪一个。马小龙他的所有的一些东西和想法是很高级的。就可以有不同的一些感觉来去用街舞的形式来去表达你的情绪，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了。首先让我们恭喜胜出的是
战队。恭喜修罗踢战队。